本节目由霸道总裁赵永远倾情承包。哦，老伙计，我出去一趟，你可千万别发微博。好的，少爷，您当心。今天天气好晴朗。老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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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是你们老公？你呀、啊！你给我走！老公，老公 ，taxi，taxi。少爷每天都那么多人追，谁说这是看脸的世界？明明是看情。我也要做霸道总裁。喏，这本总裁之路是我从思聪那借来的，上面详细记载了多条总裁必备标准，不久啊就能出任 CEO， 迎娶白富美，分分钟走上人生巅峰。这第一条的标准呢，就是冷酷无情，为了你的商业帝国不惜付出一切。再讲一枚战堂逆蝶。谢掌柜。秀才逆蝶。谢掌柜。效果逆蝶。谢谢掌柜的，看看就行了，不要拿呀。哦，嘴上说着不要，身体还挺诚实。哎呀，掌柜的，你这么抠一定没有朋友。我叫朋友从来不在乎他抠不抠，反正都没有我抠。那第二条一定就是有钱了，比如像是大长腿。我叫大长腿，是一名总裁，正在参演一部低成本的都市情感大戏。我擦嘞，这也太低成本了吧，几千万的特效都是这个样子，居然不要脸的承认了。拜托你能不能走心一点啊。我只走肾。你不要太嚣张，钱从来不是万能的。对，钱是万达的。你看这条一诺千金，就是说总裁给心爱的人许下承诺往往都价值不菲呀。这片鱼塘从现在开始被你承包了。又是这句台词，没心意。如果能在五分钟内吊起整场锦鲤，一个月内必有好事发生。海是风中的诺言。霸道总裁的动人之处还在于用情专一，认定的女人就一定要得到她，哪怕与全世界为敌。我不管，我已经嫁人了，孩子都生了，干爹干妈都认了半个娱乐圈，我们到此为止吧。到此为止，你没钱你问我要啊，我要被嫁给唐少谦。为了钱你嫁给一个男人，你知道多少基佬就指着我俩活了吗？他是总裁，我不是吗？我养你啊，我叫你听好，以后只有我才有资格让你流泪。这两个一波娃娃今天不准回家。我啊，最希望能够保护我的总裁在我需要他的时候出现，给我安全感呢。哟，护祖宝又上线了，你这小妖精还挺能磨人。这是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调戏的火由我来吸。我今天就是广电总局派来拆散你们的。别动，嘴上说就行。听着，我们是自由恋爱，合法合理的正规 CP。 你们想过剧组雇风清雪也是要花钱的吗？没关系，我两亿还没花完。谢谢天气姐，我带她去登记。哎呀，这一张好厉害呀，你们看这个标题，总裁语录。喂，有钱长得帅是我的错吗？很好，已经成功的吸引了我的注意，我还没有尝试过被拒绝的滋味呢。别动，再动我不保证会发生什么。且俭且珍惜。小婷是我见过最单纯最善良的女孩。我听到这表白也真是醉了。他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要你们所有人给他陪葬。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宝大人，拜见总裁。女一号是哪位？抬起头来，让朕看看有几分姿色。奴婢在。你还是低下去吧。凭着我对总裁之路十年的钻研，我终于脱胎换骨，走上人生巅峰，连泡妞都变得信手拈来。关注 ALS 监督人证，我接受冰桶挑战，我提名你。刚刚破我的人也太帅了吧！你去嫁给他呀。好了，不要生气了。总裁虽然千好万好，也比不过和你一起长长久久啊。纵有鱼塘万尺，不如一生一世。怀秀，这是朕为你打下的江山，你看叫什么名字好？怀秀帮。